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呢来介绍这个007的模组。现在看到这台车呢是 Porsche 918，看一下这后面，哇，帅气的流线，旁边还有涂装，有没有007的哦？看一下正面，哦，上面应该是英国的国旗啊，对不对？下面是 My name is Bond， James Bond。看一下这里，哦，哇，帅气啊！这台车好像可以改装的样子哦。来，实际来看一下，可以改什么地方？哦，后面会冒烟，排气管在上面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修改器啊，它可以改这个尾翼啊，尾翼可以改不同的类型啊。然后这个呢是前面的保险杆啊，赛车型的哦，还有挂钩哦，应该是后保险杆吧，增加了一些特效吧，不确定。好吧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内装潢的样子啊。哦，引擎拆掉了，引擎盖拆掉了，长这样啊。我们保持原状好了。车顶哦，它可以放车顶啊。可是我不想要车顶，就这样吧。敞篷式的 ，OK。其他就给它弄到满了，随便了。啊，它这个涂装有三种，第一种是黑色，第二种白色，第三种是黑白，两种都有啊。我们就选这个吧。啊，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007的私人豪宅，它的私人豪宅在非常隐秘的地方啊。我这台车性能还不错哦。哦，快呀！喂，好险！哇，感觉要飞出去了。好啦，我们这个豪宅呢，在这个交流道旁边啊，这里的草丛堆里面，我先开进去一下啊，不太好进去啊。进来了吗？视角被挡住了啊！对对对，进来进来。OK， 有个电梯门啊。OK， 这里呢可以直接到这个度假饭店，来，这算是私人的豪宅啊，还可以游艇在对面呢、啊。那我们先把它开进我的车库，旁边还有灯会亮啊。OK， 我先把车停好，先这样吧。OK， 我们看到这是我早期007开的车子，它可以放出那个铁钉啊。然后追的车子呢？哎，等一下，这台车轮它会动啊，怪怪的。这台车什么车啊？看上去看一下。啊，菲斯特霓虹啊，行，还行。我们看一下这台 CB700 啊，之前单机的时候有故事剧情，就是开这台车还蛮好用的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旁边就是地图啊，洛圣都地图。然后呢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目前这个私人豪宅附近的状况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我年轻的照片吗？自拍照。OK， 然后私人核弹游艇在上面了。今天应该不会带大家去看啊。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可以介绍的、啊。哇，上面有这个海洋哦，小型游泳池啊。等一下上去泡泡脚试试看。哇，
我的私人的这个橱柜啊，有我的很多的装备都在这里啊，电脑。然后这边是可以看到这边的状况，这里呢是暗门啊，应该是有一个算是私人的浴室吧。OK， 然后呢这里这个床有点简陋啊，一些枪装备放在上面啊。看一下这一扇门进去是什么？哎呦，哦，这个上去感觉要走很久哦。我先看一下这个露台啊，啊，可以看到远方的海岸，还有美丽的潜水艇，旁边还有对空飞弹啊。哎，这个楼梯不好爬，上去看一下，有一扇门哎。哦，这个是我的小型的直升机，零机坪啊。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不太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去之后可能就不好降落了。技术不好的人可能就会出意外吧。我们先上去看一下这个楼梯上去会到哪里啊。OK， 他直接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进来的地方啊。这里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但是躺椅，这样子可以看上面的风景。哎，我们看一下，会泡脚。哦哦哦哦哦，就直接这样跳下来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设计不良啊，好歹放个玻璃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不能泡脚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中间，中间是到 OK， 这应该是到潜水艇的地方啊。你看到水跑进来了，旁边还有水有没有？然后这台车呢是可以变成潜水艇的。然后出去看一下，哇，酷哎！打开门就是海岸了。哦，下面还有水雷哦。那个什么，这什么海怪的尸体吗？然后前面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废弃的潜水艇是吧？啊，这个模组我没有装那个。汽车可以变成潜水艇的模组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就给它漂浮一下看一看。哦，这个潜水艇好有架势啊！大一个，虽然说沉在这个下面，哇，壮观啊！然后，因为啊，算我游下来好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下面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可怕！好啦，还有一个地方没介绍到，就是这个小房间啊。这小房间是什么呢？看到没有？这喷射飞镖，坐上去，准备起飞啦。超方便的，跑路的时候就做这个飞手就好了嘛。OK， 喜欢我这个模组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啊！下次再见喽。